公元前111年，中国历史上的西汉帝国走向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一天，从都城长安东去，正在出行到河东郡，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一带的汉武帝，接到快马传来的战况，矗立岭南90多年的南越国被南下的汉军所灭，汉帝国的南疆从此高枕无忧。30岁的汉武帝高兴之余，便把当时路过的左翼通乡改名为文喜县，表达他极其喜悦的心情。此后2000年来，文喜的县名再未改变。为什么汉帝国到了汉武帝时代，南越国才纳入到汉帝国版图？那时的南越国又是怎样一个国度呢？珠江边的南越国都城番禺，从秦平定岭南开始建制，经历了接近100年的经营，成为了岭南最繁华的城市。这种气象一直绵延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司马迁在《史记》这个《后吉利传》里面列举了当时汉武帝初年全国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有19个商贸大城市，18个都在武陵以北，岭南只有一个，就是番禺。有一句话，番禺一都会也。在岭南，珠江水系千万年的冲击形成了富饶的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平筹沃野，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富庶一方。这里日照充足，温润的海风随时都会带来雨水，四季不断的水果和各种花卉把这里装扮成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史书记载，从秦末统一岭南以来，番禺和珠江两岸这一片面积约10000多平方公里的河流淤积平原，因为南下的秦军带来了先进的铁器和牛耕技术，得到较快的开发，成为南越国的精华所在。1983年，在广州向港南越王墓，一次出土了105件铁锄、铁镰等农具，还有众多的农作物，反映了当时南越国的农业生产状况。丰饶一方的珠江三角洲，人烟已很稠密，甚至接近于当时中原的发达农业区。根据专家考证，到中原的汉武帝时代，当时南越国的人口至少达到100多万人，这些人口每年要消耗4.8亿多斤粮食，生产这些粮食需要大约300万亩良田，可见当时南越国的农业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南越国墓葬里出土了许多甘蓝式陶仓，反映了当时粮食已有盈余。1983年，广州向港南越王墓中出土了成坯丝织物，丝织物碳化后厚度达20-30厘米。专家估计，墓室里藏有的丝织品不会少于100匹。大墓里不同质地的器具还用绢来包裹，而且用绢数量十分惊人。这种超细绢只有放大10倍以上才能看到经纬的交织，工艺已相当精湛，
这样稀薄的织物在同一时期的中原大墓中也没有发现。专家推断，这些做工考究的丝织品是南越国自己的作坊生产，说明当时南越国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丝织物制作作坊。南越王墓同时出土了两件青铜印花凸版，这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工具。南越国经历了90多年的发展，在加工业方面也有着令人惊叹的成就。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件漆木大屏风，这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前期试用屏风，也是南越王赵胡生前使用过的。屏风呈围屏造型，中间可以开启。屏风色调醒目鲜艳，画工技巧娴熟，奔放有力。屏风将铸铜、鎏金、镶嵌和漆木工艺融为一体，反映出南越国工匠的高超技艺。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出土的丝缕玉衣，是汉代皇帝或高级贵族专用。玉衣共用2291片玉片制成，玉衣外观和人体形状一致。同时还在大墓里出土了各种玉器244件，品种繁多，制作精美，堪称汉玉大观。这是青白玉角杯，角杯的外壁运用了圆雕镂空、浮雕、线雕等四种技法，雕出了4层纹饰。这是兽首衔壁，它由整玉雕成，主纹为透雕兽面。在南越王墓里出土了71件玉璧，铺垫在南越王的身下。这是龙凤纹重环玉佩，采用双面镂空透雕刻成内外两环，内环雕刻成弯曲状的龙，外环的凤鸟伫立在游龙的前爪上，与龙对视。这是汉代玉器中的稀世珍品。就在秦末秦军平定岭南时，岭南还处在水耕火入的原始社会阶段。赵佗利用秦末战乱立国以来不到100年的时间，岭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那是这个阶段，就93年这个阶段，是岭南开发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最重要一条叫什么呢？民族的融合。那对当地的促进啊，从一个原始社会的末期一下子跳到封建社会去。然而就在南越国国力渐长，呈现歌舞升平气象时，一次早已酝酿的危机正在愈来愈明显地向南越国袭来。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幅彩色军用地图，在其中一幅被专家命名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上，对河流绘制得十分详细，共绘出分别属于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大小河流24条。专家研究，这些河流大都分布在西汉与南越国的交界地带，在突出表示长沙国防守区内山川形势的同时，尽可能把敌方可能发动进攻的路线、珠江水系加以表示。南越国都城番禺这个可能发动进攻西汉长沙国的策源地，在地图上也被表示出来。通过地图可以发现，汉中央设置的长沙国的贵阳郡，尽管辖有8个县，
长沙国的南部边界并不按照岭南地理的自然形势区分，而是嵌入了岭南山脉南麓，同相邻的南越国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越过五岭的贵阳郡，就如一把尖刀插入南越国，时刻威胁着南越国的安危。这里是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另一幅被专家命名为“驻军图”的地图显示，汉军预备队和加强部队都设在贵阳郡的九嶷山一带，这里距离南越国的北界连江上游的阳山关不足百里，因此，贵阳郡的九嶷山被描绘得非常细致。墓室里还出土了帛画，墓主人在兵士的簇拥下正登上一个高台，高台下是兵士组成的狩月方队，中间是鸣金击鼓的军乐场面。这幅被历史学者命名为凯旋归来图的帛画，被认为描绘的正是长沙国的军队同南越国作战归来的景象。考古专家判断，陪葬有地图的墓主人正是长沙国南部防区的司令官，他曾细心地查看这些地图和南越国的军队作战。西汉政府军和长沙国的地方部队陈兵南越国的北部边界，而且占据了五岭山脉以南连江上游的有利地势，这让南越国的缔造者赵佗一直深感不安。而在五岭以北广袤的西汉帝国疆土，也终于迎来了自汉高祖刘邦创业以来最为壮观的文景盛世时代。经过文景两代40多年的努力，西汉王朝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国家已经积累了充实的财富。汉书记述，京师的钱财累积至万万，以致钱罐损坏而清点不清，国家粮仓的存粮年年堆积，至于溢满而堆积在户外腐烂。经过长达70多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人口已经从开国初年的1700多万增加到了3700多万，国力已十分强大。可是新上任的汉武帝和100多年前的秦始皇一样，依然面临着困扰已久的边疆问题，南越和匈奴。在西汉都城长安的西南，有一个人工开凿的湖泊，叫做昆明池。这正是新即位的汉武帝为训练水军开凿而成的。汉武帝深知，距离长安2000多公里之遥的岭南山高水深，而盘踞在那里的就是赵佗南越国精良的水军。要想收复这块秦朝时就已开辟的疆土，就必须有一支强悍的水军。公元前137年，一个在秦末战乱中割据立国、敢于挑战中原最为强悍的西汉王朝的赵佗，在南越国经营63年后去世了。赵佗丢下了两份遗产，一个是天下的人们谁也不知去处的神秘墓葬，一个是天下的人们都能看到的南越江山。岭南的大片土地也吸引着南越国的邻国闽越国。在福建武夷山区一个叫高湖坪的地方，考古人员发掘出一个面积约有10000平方米的古代大型建筑群，这正是闽越国的古城遗址。当时闽越王国乘赵佗去世，乘机进攻南越国，南越国向汉中央求救，一个叫唐蒙的汉军首领率兵救急而来。在唐蒙来的广东，来的这个番禺，吃的这个狗酱，吃这个狗酱以后呢，就回到长安的问，
怎么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广东吃上这个输出的狗酱啊，输狗酱呢？后来香港人告诉他，这是这个输的狗酱是经过野狼这个地方运到这个羊驼江、羌驼江，经过羌驼江流下来以后，就一直到了西江，到了番禺，从这条路线进来的。那也就是说，从西南这里边呢，可以通南越国。这对正在筹划平定南越国的汉武帝来说，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因为汉武帝知道南越国在岭南部署了严密的防线，如果取得了当时夜郎国所在的西南夷，也就是今天的云贵高原一带，就等于打开了南越国的后门。汉武帝还得知，夜郎国有10万精兵。他有了一个平定南越国的作战构想，就是绕过南越国在岭南设置的军事防线，首先占据西南夷的夜郎国，然后再借助夜郎国的10万精兵，从西江上游顺江而下，直取南越国。公元前122年。南越国都城番禺的郊外，一座叫做象岗的小山岗如临大敌。南越国的第二位皇帝南越文帝赵胡去世了，他身着丝缕玉衣，被秘密安葬在象岗山的山腹里。北靠五岭，南接大海的南越国，从最早秦始皇在岭南开边以来，已经走过了接近100年的历程。在空前强悍的汉武帝时代，他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长安的汉武帝在紧锣密鼓筹备平定岭南的战事，远在岭南大海边的南越王侯曾经歌舞升平的时日，已经充斥着危机。这种灭国的危机首先开始于南越国的一位重臣，从南越国赵佗执政时代就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的老臣吕嘉。公元前112年，当时以南越国王赵兴和太后一派主张南越国归属汉朝，这同当权的丞相吕嘉发生了激烈冲突。随后吕嘉杀死了南越国王赵兴、太后和汉朝使者，这就是南越国后期的吕嘉叛乱。就在这时，一个叫做韩千秋的勇士请缨汉武帝，自告奋勇带领2000汉军讨伐吕嘉。采用诱敌深入战术的吕嘉将2000汉军全部杀死，轻敌的韩千秋也抛尸遥远的岭南。消息传回长安，盛怒的汉武帝立即调遣大军。公元前112年秋天，汉元鼎五年，汉武帝调遣的20余万大军正式征讨南越国。汉武帝专门制作了一面灵旗，一位官员手执灵旗指向南方。仪式中，汉武帝身边的巫师说出师入海不利，立即就被杀死。汉武帝平定岭南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他平定岭南的大军分成了五路，第一路兵出汉中央直接控制的贵阳郡，从康水，也就是今天湖南省境内的连江而下；第二路从今天江西过大庾岭和横浦关，从真江进入岭南腹地；第三路、第四路从今天湖南出发，从湘江通过灵渠进入漓江，顺江又进入岭南的第一大江西江；第五路从当时西南夷的夜郎国，也就是今天云贵高原一带出发，顺西江直取南越国，
汉武帝平定岭南的大军中，从大庾岭和连江而下的汉军最终平定了南越国。秦始皇时代就已经开辟了疆土，岭南终归归还西汉江山。从横浦关过大庾岭，顺真江而下的汉军率先攻破了南越国的最后一道防线番禺城北面的石门。在南越国的后期，汉武帝派了五路大军来打南越国，其中那个伏波将军跟楼禅将军就是呢从这里呢进入番禺城的。在这里呢，李家当时的宰相南越国南越相李家呢在这里布了第三道的防线，防止那个汉军来进攻岭南，又在这里有一道防线来的。后来呢，那个伏波将军楼禅将军跟伏波将军在这里呢跟那个南越国的军队进行了一个很残酷的战斗，最后呢在这里呢把南越国的军队打败了，在这里呢还缴获了南越国的大批的粮食。这就是石门，2000多年前的险峻早已不在，今天它成为广州城北一条繁忙的水道。番禺城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历经南越国93年的经营，似乎已固若金汤了。从司马迁《史记》仅有的记载，我们知道，2000年前的番禺城毁于战火。城里那些堪称壮丽的王室宫殿和关中秦朝阿房宫的命运如出一辙。1997年，在南越国宫廷御花园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一口王宫的石水砖井，被胶木和残破的砖瓦封堵。这些器物被火焚烧的痕迹十分清晰，它让今天的人们触摸到2000多年前那场触目惊心的战争。这是公主御苑里面的一道回廊，这个回廊呢，随着汉武帝灭南越的时候呢，这当时是纵火烧城，把整个南越国的公主都烧了。这是当时这个回廊倒塌下来的现场情况。我们看，现在还这个还有一个万岁瓦当。这个万岁瓦当就是当时回廊里面的一个万岁瓦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呢，也就是当时倒塌的原状。2006年初，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南越国公署遗址曲流石渠一侧的南越井内，发现了100多枚南越国木简。专家鉴定，这些木简就是南越国纪实文书，其中的一枚木简上写有。张成故公主诞，舍人，26年7月暑。简文中的公主诞就是史书记载的赵佗女儿赵旦，26年是南越国的纪年。这些在岭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木简，正是南越国开国帝王赵佗前妻的遗物，反映了南越国的宫廷生活。公元前111年的汉帝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使得西汉王朝的郡国总数达到了109个，汉县总数1587个。跨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统一战争，最终奠定了中国辽阔的疆域。伴随着古老中国从大割据迈向大统一。岭南矗立了接近100年的南越国，正式划入了汉帝国的版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2000多年前的那一段岁月其实并不陌生和遥远，因为文明的薪火流转相传，依然照亮着那个英雄时代历史的星空。